哎，看到的时候，哎，内心在想，往生的那一刹那，差不多也不过如此。佛菩萨现前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么的亲切，在旁边安慰着你，你一点恐惧、挂碍、颠倒都不会，哪有说还执着这个假的色身？是毫无目标的人、贪求享受的人，才会执着这个假象的色身。一个大修行人，就摆脱，就赶快要把它摆脱掉了。就像这个敝衣，肮脏的衣服要赶快把它脱掉了。哪有活菩萨来接引的？不跟他去的，这不可能。所以啊，那天晚上那不是用眼睛看，就用心的在看。哎，观世音菩萨在前面呢，一次哎，又影现第二次，很清楚的。我想呀，往生也差不多如此吧，就是一点恐惧也没有，他充满着欢喜，一点挂碍也没有，并不会说我也死了也恐惧，我认为不会，一点恐惧感、一点挂碍都不会。那观世音菩萨如果说我慧能法师，我帮你接引往生的，马上说好，你在这个世间有什么干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光的老皮塞，嘿，把肚疼叉塞。啊，你在饿了鬼打，对不对啊？这弄晒了，雄心大把晒，刮点穿晒啊，弄晒了，不这样是清气的，你还不赶快摆脱？哎，那这个机器已经用了47年了，来到贵娑婆世界已经47年了。这句也是禅公讲的，他好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。三公常常讲，来到贵娑婆世界已经60多年了。贵娑婆世界意思就是他不是娑婆世界的人了，常常用这句话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哎，大修行人临终没有任何的挂碍，不会说要摆脱这个色身啊，痛苦的要死，不会的。所以这个本来无一物，对不对？因为希望而有生。哎，希望就是妄想执着了，一执着妄想就产生了。但有生就有灭，生灭在心中的影像，就遮蔽障蔽的自信，生灭名妄的希望，把这个妄灭掉了，就明真。所以记住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妄。我们修行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。哎，你修行一定要到这种功夫，了知天地万物啊，通通是假象，就是战乱呢、乃至威胁到你的生命，它都是如如不动。无明妄想本来就是空寂，六根六尘是缘起无自性，本来就是无体。无体就是没有根呢，你找来找去也找不出一个什么叫做，我啊，找出一个什么叫做人呢？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，你找来找去实在找不出任何东西，说有一个真正的我，还有一个真正的我所有，也找不到说可以探照的东西，它都是颗粒微尘所构成的，根尘无体啊，四性圆空啊。那一颗分别心其实本来就空，贪嗔痴爱苦恼纷繁呐、恶浊诸法皆无自性。哎，你接触到外境，那为什么贪看到不满意的嗔啊？你啊痴爱啊，两个人谈恋爱谈到这个实在是愚痴到极点，这苦恼纷繁、恶浊诸法种种的这些还是无自性。不能自生，为什么不能自生？因为都是缘起嘛，都是因缘生嘛，因缘生就是空嘛，是不是？唯一是妄念呢、分别所起，想象为尘啊。当我们执着这个相，落入我们意识的想哦，我们动不动啊就一直观想，一直、想象执着，那么这个就变成一种新的染污。哎，比如说，哎呀，这个美女，或者是这一朵花，这盆花好美，好美，很美啊，这像很美，那是新的影像啊。其实没有，分析开来还是没有这种东西。
所以啊，不能一直落入意识里面，一直回想而死之不放，死之不放。哎，就像我们那个同学啊，要结婚的以前呢、啊，哇，那个美得像一朵花，结果结婚了，生了两个孩子啊，据说肾脏不好啊，后来在台中我看到他，哇，我也吓一跳，怎么老成这个样子呢？哎呀，我又不敢说得很大声，我就看到他就一直摇头。哇，这个几年才十年不见，在台中一见面，哇，他那个老实在老的，那个美女啊，也是美女，以前是美丽的美，现在是发霉的霉，过期的美女，叫做美女，梅花的美，发霉的美，然后就。那当时我就体悟到，哦，这个世间实在是变化太快了，才十年一刹那之间变化，两个孩子那身材整个扭曲变形，生两个孩子不晓得吃到什么东西，胖胖一直胖，一直胖，一直胖，胖起来都哭，哦 ，jumbo， 哇，这个生两个孩子怎么胖的这个样子呢？嗯，后来看书说，哦，每天都吃避孕药的人会胖成这个样子，啊，又不敢问他。医学上 有这样写了，有这样写的，每天吃避孕药之后 会胖啊，因为有老公啊，哇，这个修行人，然后一看到我，就说哇，慧法师，你不但不会更老，更年轻，大家都这样说，没办法，台湾的法师都像你这么年轻嘛，那可不，这可以讲大话了。修行人不一样，你 没什么好操心的，没什么好操心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我们呢，真的是，这个心性啊，功夫啊，还是很重要。事情为垢，我们呢，这个分别心情执啊，是染污的，遍计性空啊，这遍计就周遍嫉妒，周遍遍就处处的意思。即就执着，处处执着，其实是空性的。你这个实在是多余的啊！执着就变成心理的负担，累积就变成压力。压力，依他如幻，依他就是缘起，借着条件所产生的，就像幻化的、不实在的，一意在目啊！啊，这个一意在目就是错认假象。啊，你只要一错认这个缘起的假象，在目就是在心中一挂碍，这个叫做一意在目。这一意在目，你这意本来是眼睛啊，有毛病了啊，这眼睛一有毛病啊，那眼睛啊就会产生种种的假象了，看出去就千花乱空，就空虚空当中就好像有真的东西了，其实没有。意思就是我们人生宇宙看起来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，其实分析起来实在是没有。因此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其实是绝对的空性，而我们不能体悟到绝对的空，那把这个缘起的假象一直认为是有，一直认为是执着，一个是有，那么因此就像好像是真的，这个世界被转得团团转，团团转啊，所以一意在目，千花乱空，空实无花，虚空中实在没有花。意思就是，我们这本来外面的境界其实是没有，是唯心所造。这个缘起的东西实在是假象，而我们误认它为实在的，病则妄执啊！问题出在哪里啊？病就是问题，问题就是出在虚妄的执着。希望的执着就是着相了，但能趋于你只要不着相，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只要无所住，自复本明，你就会恢复到本性的光明。若离心念啊，加两个字，若离分别心念，忘情就是放下那份情执，去除执着啊，忘情去执就是放下那一份分别的情执，去除种种的执着，知见不生。这个知见就是说啊，妄想分别之见不生，意思就是不要错觉了。
万法本空的东西，你硬是要把它说有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不坏缘起，但有假名，都无实义啊。对，什么天地万物把它磨成粉末状的，你就叫不出什么名，对不对？真的啊，哎，你把这些花呀，把它火化以后，对不对？全部都焦黑，然后啊，把这个墙壁打下来，磨成粉末状的啊，这个焦黑的树木花，通通搞在一起，那分不出来了，分不出什么东西出来了。所以啊，短暂刹那的缘起的假象啊，不能说它好，也不能说它坏，方便说有，但其实是空啊。所以这个知见就是分别执着所产生的种种看法，不知道这个是假象，不知道这个是假名，叫做知见。知见就是不能放下的种种错觉的看法，叫做知见。这知见就是在无空性的好端端的心性的人生宇宙当中，在毕竟空的本性当中强加分别境界，或者是强加分别内在那一份挂碍心，叫做知见。简单讲就是有自己的看法了，拥有自己的看法而矢志不放啊。如果我们这个种种的分别妄想颠倒的执着啊，把它放得下，不生，不要生起来，那么这没有一切境界之相啊，一心不生啊，万法无咎。哎，你进入了绝对真空的一心境界，然后不生起任何的分别执着相，当下就是本性的展现，那么万法也产生不了作用。无咎就是没有什么叫做过失啊，咎就是过失，意思就是好端端的空性，你硬是要说它有，而早已有，在安排种种的名相，在拼命的执着，在变成妄想，那么这一连串的错误都来自于无明，来自于无明。譬如易除，譬如说我们呢，这个眼睛的毛病除了这个空花呀、细云啊，消掉了，消灭了啊，我们的眼睛好了，那么空中的花就没有了啊。花性本来就空啊，也不是现在才灭。就像我们现在，如果我们觉悟了、开悟了、了解了人生宇宙，这本来就没有，对不对？你悟到了，有一天呢，啊，悟到本来无一物，那就何处惹尘埃啊？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实在是大彻大悟的人，那我们就不会执着这个人生跟宇宙，我们也不会像科学家一直啊往外太空一直看。所以迦牟尼佛就告诉你，华藏世界哪里都是缘起。了解一个颗粒微尘，就了解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。我们这里的一颗微尘啊，如果你悟到这一朵花，来，比如说这一朵花，整个法藏世界无量三千大千世界的道理不能离开这一朵花。这朵花是什么？缘起，缘起就是性空。一样，无量三千大千世界外太空，天文学家再怎么发展，怎么样扩大，还是离不开缘起，离不开妄想，还是离不开空性，以及一切一切其一。你到他方世界去看佛，讲的经他还是讲的经，还是一样，他不会讲不一样的经。缘起性空，万法唯心所造，十方诸佛所共宣。拿这朵花悟了啊，你就是一个自在的人，到哪里你通通是一个开悟的人。这朵花跟三千三，这朵花的缘起跟三千大千世界的缘起，跟华藏世界的缘起，通通是一样的道理，没什么两样。好，
迷空即花啊，迷呢有一个虚空执着，虚空有一个花，名非菩萨，那不是一个觉悟的人。心无心相，名无所住，心也不着于心的任何的影像。记住，凡所有相都是唯心所现，唯心现量，这个是楞伽经讲的啊。凡所有相都是唯心现量，都是我们的心这一刹那影现出来的。过去一秒钟已经过去了，未来一秒钟还没有到，你现在的当下这一念所看到的境界，通通是唯心所造，唯心现量。那要看你的福德因缘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看我们的业力了。比如说我们是人，今天看到的，哎，看到的这个佛陀，哎，看到这花，看到讲堂，这是我们业力所影现的啊，如实之量。如果你我们抓了一条鱼放在大殿的前面，要准备放生，这个鱼一放着，他不晓得那是佛，他也看不到这是什么花，那是你们人类的世界啊，以我们鱼类的世界啊，完全两码事。业力使之然也，业力使之然也，这就是因为业，所以使我们众生分开隔阂，境界不一样，但是都是空，都是缘起。所以啊，心如果没有心相，名无所住。内不依根，内也不依六根，外也不追逐这个六尘。背尘习妄，背尘就是说啊，回光返照，向内不要向外。哎，我们背尘就远离了，倒过来看着心呢，叫做背尘。哎，迷了叫做合尘，悟了叫做背尘。哎，回光返照，向内看，不要向外看，就会习妄。合觉照离，哎，就配合这个觉性，照这个无声的理，念起不续，那一念的分别执着颠倒，不让它相续，念空不住，每一个念头都了解绝对的本体，而不应当有所执着，清净的觉体即时就顿现，就显现出来。其心论这么说，就像大海水因风波动，风就比作无明，哎，无明一吹，我们呢八识啊就波动了。水相风相不相舍离，这个水相啊就是我们的本性，风相比作无明啊，大海水就是我们的本性。譬如大海水，我们的本性因为无明的风一吹，整个八识就抖动了，颤动了，波动啊。那么我们水相的真如跟无明的风相其实是不相舍离的，悟了就是真如，迷了那就是无明。水不是动性，水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动性啊。若风如果无明止灭了，去掉无明了，动相则灭，那么这个无明啊除掉了，那么真如就显现。无明一灭，动相则灭，就是无明一灭，实性不坏，就是本性就显现，本性是不会坏的，就是我们的觉性。如是众生自性清净，无明风动啊，心跟无明不相舍离。那么这个众生呢，这个自性的清净心呢，却因为无明的风动，心跟无明不相舍离。心非动性，心就是指真如，真如并非动就生灭啊，真如本来是不是生灭性的。如果无明灭啊，无明灭就是无明生灭之相把它灭掉了。若无明灭，如果把它灭掉无明了，那么这相续则灭啊，相续就是相续执着之相就灭掉。但是呢，我们呢自性不坏，要加两个字，清净智慧之本性啊，是不会坏的，是存在的，是存在的。哎，但是这个存在不是相的存在啊，它是一种觉体，无形无相的觉体。
清净自性是不会坏的啊。然后这个生灭和合的四相啊，相续的心相啊，烦恼惑业无明无始无明啊，都能够断除净尽啊。假设说我们这个生灭和合的四相意识之相，相续的心相，烦恼惑业无始无明，都能够断除净尽的话，我们自心的光明就遍照法界，智慧德相真如法性就彻底的圆满彰显出来。彻底圆彰，圆就是圆满，彰就是彰显出来。尽未来际安住极光，圆满菩提常享法乐。所以我们呢，修行人呢，不着于世间的五欲六尘的乐。哎，五欲六尘的乐，对不对啊？就像我们班上有一个叫做游的，读大学的时候，哎，他喜欢什么？他喜欢喝豆浆。他每次到豆浆店的时候，一坐着，嗯，然后就到豆浆店就放音乐给他听。啊，我一直想度他学佛，哎，度他学佛。那豆浆店啊，回来我就问他，哎，你去豆浆店干什么？喝喝豆浆喽，哎，然后那你再就喝什么？喝喝咖啡喽。那再来把电灯啊关得暗暗的，多有情调。然后你不听佛法吗？我才不听佛法，不听。哎，他每天就是享受。那我跟他讲，那这个是无常啊，有一天会变灭啊，会变坏啊。嗯，他说，嗯，我也不晓得有没有来世啊，对不对？嗯，那念念我拼命的念阿弥陀阿弥陀，我很辛苦的念，嗯，没有往生，那给衰呀。我讲，我蛮文雅的，对吧？我那也是，我吃的一些苦啊，万一没往生，那不是很衰吗？那也算，嗯，对，也是。哎，所以这个众生啊，那没办法，很难很难度的。他就喜欢搞这个气氛。年轻的小伙子也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也是一样的。就我们，哎，我们那时候没有学佛的时候，我们念建国中学的时候，他又会开舞会，我们又不会跳舞。女的 一大票啊，没有男的，那没办法了，就滥竽充数的去看看，就是这样啊，把电灯关的暗暗的啊，他们就在那边跳啊，我们就也看跳不会跳啊，就在那边看看，你在旁边吃东西，对不对啊？吃东西，然后就看一看，哎，不晓得是不是宿世的善根，然后就接着说，也没有什么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哎，然后他们，哦，那个分贝啊，那个音乐弄得，哦，好大声啊，哦，我觉得很痛苦，很痛苦。所以我今生今世里面从来没有去参加啊什么大的舞会啊，或者是什么 KTV、MTV 啊、舞厅、餐厅啊、妓女妇、酒家，是通通没去过。嗯，实在很可惜，有一点觉得。嗯，青春留白的感觉。哎，我那时候如果知道今天会成为一个大法师的话，我就先去把它通通弯好了再来出家，一出家就没机会了。哎，如果我今天啊，哎，也是，不过那时候没钱，嗯，没钱，有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啊。哎，一出家那当然不能去那种地方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说啊，每一个人的感受性不一样啊，就众生就是这样子的，感受那种暗暗的灯光。哎，以前我们说连这个名词啊都很变化无穷。以前我们说你要不要交女朋友啊，哎，后来换一个名词，就是你要不要拔马子，又换一个名词了。哎，后来又换一个名词，你要不要泡女人？用泡的，泡茶那个泡，这个很不可思议的，一代一代一代的名词都不一样。哎，我们那时候也不晓得什么叫做酷，没有这个名词。哎，没有这个酷这个名词。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是，我这个人很酷。我一想到是什么内裤的裤还是什么？哎，后来才知道哦。酷斯拉的酷，哎，是我唯一比较从小到大唯一的兴趣了，就是看电影。
就是喜欢，非常喜欢看电影，喜欢听人家演讲，专家的演讲。应该每一部电影里面都是那个导演的心血，导演的心血啊，每一次演讲的时候都是人家二三十年的经验。我非常喜欢听人家演讲，那个知名人士的演讲啊，不论呢啊政治啊财经啊等等这些啊，或者文化呀，哎，我们就觉得没有什么，但是你去听他演讲以后，那两个小时啊可以获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资讯 information 呢。所以说啊，我的一生一世就是这两个。所以我现在的电视啊都是看 Discovery 还有国家地理频道，哇，那可是很棒的，非常有深度。那个都是纽西兰，然后深入不毛之地，然后深入地下底洞，那个地下洞里面1000公尺里面的水，那水 南极北极啊，爱斯基摩人的生活，为什么他吃了很多的动物的肉而血管不会硬化？你分析这种东西，海中的鲨鱼啊，沉的船，海底的沉船啊，然后亚马逊河的啊野性啊的亚马逊河，再来就非洲的坦桑尼亚这个环境的保护，大象啊，大象的怀孕期有多长，生产期多长，再来大象的牙里面是空的，我们的骨骼也是一样，人类的骨骼的分析。所以啊，那个都是 Discovery 的频道，都是非常有深度的。其他的就没什么好看了、香港片的就是打打杀杀，也不能就是色情，日本片一打开都是上空的，也没什么好看的啊，对不对？打开就这样子，他们连那个针灸日本片的，你得打开，但是日本片的就是上空的，然后在那边针灸，公开的，那电视公开的，就这样子，看起来负担很重，所以啊，世间的就是假象，缘生缘灭的假象，缘生缘灭的假象，透视它了，你就是什么看到的，跟没有看到一样，就是这样子，这么一回事，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情。整个透视以后，内心里面不会找有我的，有跟没有都是一样的平衡，有跟没有都是一样。虽然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烦恼或者一些繁复的习气，不过我们有智慧，我们有智慧，我们碰到什么事情不会用自杀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碰到什么事情不会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生命的这个问题，不会的，我们一定会用理性的，会用理性的。第七，50页七，逆流绝招。我们呢，贪着外境叫做顺流，顺着生死之流。那么我们呢？反过来看自己的心叫做逆流，不看外境，所以觉照是心性的功夫。我们要反过来看自己的心去觉照，现前一念提及法界，现前一念他的心体啊就是法界，心的体性就是法界。因为随这个染污的外缘，所以就奔放流溢，全世界的众生都是这样，除非修行人，哪一个众生没有奔放流溢？就是我们从小学教育也是这样子，也是这样，从小学教育也是这样，教导文字，教导假象，执着啊、一个理想，将来要当什么总统、科学家，老师都用一个作文，你看，都是一种执着的教育。佛法就是一种觉悟的教育，教导我们呢、这些都是假象的。全真成妄，全部的真心变成了妄心。真妄本来是不二，但是不悟迷了就变成妄，
觉悟了就变成真。随顺觉性，如果我们随顺的觉性入流反照，就是回光返照，那么全部的妄想心当下就是真心。若了一性，如果了一个绝对的本性心性呢，不随这个分别心而转，则无二相，意思就是当下妄即真，叫做无二相，则无二相，当下妄想心就是真心。你眼睛这样看，就是不要落入执着，不要落入分别，是分别不做分别想，然后用智慧善巧方便的说，善巧方便的表达，无二相，诸法都是这样子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一些悟开悟的人，他的看法就是全世界的宇宙万物都是心性所展现出来的一个世界，哪里都是真心。何以故？他看到哪里都看到真相，因为看到哪里都是缘起，看到哪里都是当下就是性空，都是用清净的自性在显现显露。所以不离当下，举凡一切起心动念落入四两分别，如果落入四两分别，落入六根的见闻觉知，行住坐卧啊，穿衣吃饭，那么都是本体所起妄用。这八个字要连起来一起念啊！你只要起心动念落入思量分别，只要用六根的见闻皆知妄想分别，那么你的行住坐卧穿衣吃饭都是本体的心性所变化的，变成无明的妄用，都是自心所现的幻影，都是我们的心所现的幻影。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身心本来就空啊，我们也知道无明的妄想心空花无性，虚空中本来就没有花，虚空的花本来就没有，就是无性。虚空的花就是我们空花，就是表示我们现在所讲的境界，无性就是无自性。他用虚空的花，虚空本来就没有花，是因为你眼睛有毛病。我们人生宇宙本来就没有这些啊相，那都是一种执着。何以故？所有的人生宇宙所现的相，通通是因缘生因缘灭的东西，刹那变化的东西，没有实体可得。你硬是要说它是什么，那都是一种执着。空化无性，梦幻非实啊。梦幻非实，不是实在的，应当远离。这个远离不是远离，是放下的意思，应当放下，没办法远离的。佛经所讲的这个远离，就是内心不要着，莫执着，这个叫远离。意思是我们应当放下这些如梦幻泡影的缘起的东西，这些境界实在是心所幻化出来的假的境界，不是实在的。不要一直刚强难化，幻化的虚妄的化有还空啊，虽然是缘起的有，其实还是空。所以啊，我们啊，溯本穷源，追溯我们的本源，穷尽我们的根源，其实万法是同一个心性，同归真境的啊，都是真实的性境。依本觉的体起这个始觉的智，依照本觉的离心体起这个始觉的智慧，逆流反照，暂即不动。所以我就是师父一直重复的强调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是学佛人的开始，也是学佛人的终点。你学佛就学这个字，应无所住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什么是非恩怨通通不能动摇你，什么境界好坏也不能动摇你，你的心性自然就显露出来，自性本体于起灭处一去去定。去就是看破，看破去就是内观，这个去本来是偷看的意思，你一把它回光返照，
去定就是你的内观，就让它观照，观照看破，你的心就定在那个地方，不会受影响。就是一去去破，一看破了，那么就放得下，心就定起来，就是一去去破。察其生灭，观察它的起灭呢，审其动静啊，啊，看它的动也是空，静态也是空，一念就不取，也就是无生。记住，生即是无生，不是离开这个缘起的生，另外有一个无生，要记住这一点。生当下不落入影像执着，就是无生。心里充满的智慧。有关湛水光明的清净之水，察波之深处啊，觉察波的深处，就像观这个虚空；察风的动处，就像猫的捕，等待这个老鼠，四处等待这个老虎，要潜伏的精神。哎，潜伏的精神，现在的猫啊是没有什么用的，现在的猫啊只会吃我们自己养的饭，老鼠真的老鼠啊，看到老鼠啊跑给老鼠追。哎，这现在我们这个猫是没什么用的。哎，现在都是圈养这个猫，哎，所以啊，以前的猫是抓老鼠的，哎，现在没有了，哎，真正老鼠给他抓，他抓不到，老鼠比他更凶，嗯，千夫的精神就集中在此，自心一处，一刹那间也不放松，好好的关照，千万不要执着，不要分别，千万不要落入烦恼起心动念。啊，第一中原本清净的心性，啊，问取何来？取就是他啊，取就是其他的取，哎，其他的取。问取何来？问他是怎么来的？决定见个水落石出，一定要告诉自己啊，这个心为什么会有动念，生生灭灭？为什么会着相？哎呀，原来是妄想。你发现了妄想本空，哎，没有了，心性就显露出来了。五十二页，紧紧莫善，谁来斩谁？谁来斩谁？就是千万不找任何的相，心中有任何的相，通通放下。就是你见到阿弥陀佛，也不要一直执着。哎，随缘。你认真的修行，认真念佛，是我们的功夫。见到佛像，那给你一个好的信息，但是也不能死在这里面。不能说活菩萨化现一个善的境界变成障碍你的道，那麻烦了。任何的妄念一扎粉碎，一扎这扎这逼迫的意思，逼到无可滞留之处，一扎就粉碎。任何的妄念，为什么会有妄念？着相就会有妄念，意思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着相化作一种妄念，你要告诉自己那个相是假的，哎，一扎就粉碎了，灭机浅中啊，把它机就是可行的叫做机，哎，那么中就追在后面的叫做中，跟在机的后面叫做中，中机中机中机，是不是？哎，但是灭机浅中，潜伏在深处的中啊，灭掉这个有形的机，通通把它粉碎，当下冰消。前后即断，为什么能够前后即断呢？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，因为不着一物了。心行路绝啊，心行路绝，不要给一个心里有一点点机会，不要一念忘年，永永绝照。为什么讲一念忘年啊？我们一万年前到现在都是一种观念而已，不离开这个心。那一万年，一万年是什么？你说你十年前，那你十年前你告诉我是什么？你的心，你观想十年，十年不是一念啊？我可以观想一百年后，那一百年后还不是一念吗？随着一念万年，万年一念啊，对不对？永远永永绝照啊，行行寂寂，不但很清醒，而且内心里面又很定，充满着智慧的定，无妄无昏，没有妄想心，也不昏沉，是明明历历。清净的自性是明明历历，有心性的体也有心性的作用，又精进不懈，再继续精进，一直到无生，就是妄念全无，菩提念自然生，菩提念就是无念啊。
直到无生，就是见到一切的缘起都是空性，缘起性空的极致就是这个道理。因缘成熟了，瓜熟蒂落，这个瓜熟蒂落意思就是说叫我们不能急，修行又是修行，是点滴功夫，一天一天这样子的吃咒拜佛念佛，或者是观想禅坐，那就是等待有一天开悟，等慢慢来，也不能急，但是也不能不急。哎，你在这样，哎，起来用功哦。那师父讲的不急不急不急，哎，不急，念了一个月以后，哎，再加起来念，不急不急，那念了3年也不急，那到快死掉还是不急，那快死掉了，那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瓜熟蒂落就是因缘具足，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强求，种种的因缘，不是我们的东西不能强求，不是自己的功夫也不能凑单，哎，凑单就凑单，凑单就是夸大其词的意思，哎，不是自己的东西，你怎么讲都不对，没有开悟，瓜熟蒂落，冷暖自知，只有自己体悟到心性的人自己知道。此即等同反观自心，这个就跟反观自心是一样的道理，反闻闻自性也是跟禅宗的参谁是一样的，一同参谁都是一样的道理啊。用这个方法就是反观你的自心，反闻闻自性，也跟禅宗的参啊，念佛的人是谁，或者念我是谁啊，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是谁，即是圆照，让他妄想不生呢、啊。清净觉相就是明彻本来的面目，真如的妙性就是遍观万法是一体的啊。为什么万法一体都是同一个心性吗？平等之性，真如本体就是如如无生之理。这个要加上无生呢、啊，啊，真如的本体就是无生之理啊。啊，观照的妙用也是如如无生之智啊，一如如理起如如智啊，以如如智又照如如理，理智是一地的啊，是同一体的。53页，前念一灭，后念又未生，哎，前念已经灭，后念未生，这句话是告诉我们现前一念本质具足。嗯，现前一念本质具足，禅宗讲回归当下，当下一念，中间是咕咕咕咕，就是咕咕嘟嘟啊，啊，意思就是独立存在的意思了。中间是独立存在了，能观之智，观此本性，无念之境。哎，能观的智慧，观到我们的本性，这个没有妄想的境界是什么？极静之念照极静体啊，极静就是说没有一点染污，这个心是静到了极点，那么你可以照彻到我们的啊最静之体，扎至基础，也是逼迫到最后静极光通，意思光通就是内心的心性光明显现，通达了，极而常照，不但有定力又有智慧的照，发本明耀啊，发本明耀啊，发挥了本来光明啊啊之耀，这个就是离念而后圆照圆满的照耀，也就是执心正念真如。哎，我们执心就是没有弯曲。什么叫执心呢？不受假象的影响叫做执心。哎，讲真话叫做执心。开悟的人要讲真话了，不能讲假话了。哎，这直就是不弯。那一个人着相的人当然就会弯了，比如说你看到总统来拍马屁，那这个就不是直心了，哎，是不是？不是说看到总统来，我说我们是真的用最大的礼貌，又是一国之君嘛，啊，我们呢，迎接他，直心的礼遇他，这个就是佛法。哎，如果七成阿谀奉承，那个就不是真如啊。
底下加一个字啊，心言外境，上面加一个若。但有时候这个文章啊，不加这字还看不懂呢。如果我们的内心呢、去攀岩这个外境，哎，加个两个字，立刻摄之令还，立刻摄受回来。千万不要着于外境，境没有实体。若心攀岩这个外境，立刻摄之令还。哎，然后啊，念起就是分别的念一起来，即就是立刻，立刻觉悟。哎呀，动到执着了。哎呀，我们今天啊，为什么晚上一直恨那个人啊？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为什么我们晚上一直批评那个人啊？这个不行，要赶快这个分别念要赶快摆平，立刻觉悟，觉知即无。我们觉悟了，我就晓得啊，这个唯心所造嘛，这个还是因为心呢啊。不要说对方不好，是因为我们修养不够。我们如果开悟了，你怎么？天大的境界，我们也不会觉得委屈啊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业力所牵引的世界啊，世界没有冤枉的啊，这个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 啊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。